不心动挑战，挑战起来。不心动挑战，你来选十个，我来选十个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选就选，来，选了收藏进去啊。谁要是嘴角带个笑意，挑战失败。谁要是嘴角带有笑意，做个草莓出来。不行，换一个。为什么不行？我要上课。你上课怎么了？只能种在脖子以下。那脖子以上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作风问题。好的，谁先来？你先来啊。可以啊，你找。我在找啊。再去染一下。干嘛？一打开就刷到吗？干嘛？一打开抖音就刷到。那是朋友啊。就不用再。我在看我，你已经怎么了？你已经我没有，你刚已经重新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，不行不算，还没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收藏起来啊，嗯，可以，我找十个，你不能找那种漏的啊，不找啊，你别偷看我，我没偷看你，你不要偷看我。行，好了，我找好了。我也找好了。谁先来？不是我先来吗？来，第一个。第一个。等一下。第一个就失败了。还没准备好，等一下。要怎么准备？要准备好。好。哎，最后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等一下。嗯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你不许闭眼。就这。这很一般啊，这个失败，这个真的很一般，失败，这个真的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其实他第一个就已经失败了。这个我没有，这个我真的我他失败了，当时就很想笑而已，只是想笑。最后一个，这个我承认。最后一个。哎，这个好，我来。Just so so 啊，一个我就一个啊。好来，不行，必须五个啊。别跟我说什么。等我准备好。好来，三二一。我觉得有点搞笑，重来。这个必须算。好，下一个。这个你说算不算？说实话。算，下一个。好，第一个完了啊，第二个。你不要嘴这么近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气死我了！两个，你也是两个，我只有一个，两个，第一个我
说谎吞一千根。在哪？我才关注了他。还关注了他？因为也是一个模特啊，不好意思。马上啊，来找一个。这个角度还挺显瘦的，这角度就胖了，不过一般都这样。还有，这什么不要说我为什么不刮胡子，近距离感受一下，刮多了就是胡青吧。我觉得很无语，你没有觉得很无语？我这个笑就是很无语，你就是笑了。这个不，你为什么要笑？说好了，我觉得很搞笑，无论什么笑都不能笑。那我放个搞笑视频呗，这个不算。这个哪不算了？你笑了一点都，真的很一般。重新来一个，无语的笑，大家都是无语的笑啊！快贴到我眼睛里边去！好，还剩最后一个。现在一人都是两个，我只有一个。两个啊！我那个不算，怎么不算？怎么不算？那我说，我会说我也不算的，只要笑了就算。好，那你三个。但是那个是无语的笑，只要笑了就算。这好不行，必须要看笑的那个的是这种笑那种笑。快一点，马上，不要催我。我不要找一个什么大招过来。来了。这是强装镇定，你就懂了，笑了，这个算不算？啊，算算算，这是说算不算？算算算算算，几个？三个。行，开始。开始什么？开始。三个。啊。啊。等一下我啊。开始什么？三个呀，说好的。上面。哪上面？脖子以下。脖子以下，我最后说一遍。真的吗？一个就够了，吸一个就够了，吸一个就行了，没有说输几个吸几个，你说的输。大家一个是不是只能吸一个？我说的输几个吸几个。你他放屁，录屏看起来。你说的输了的吸那个，没说输几个吸个，滚开啊！一个，哎，快点让啊！哎，过分，你最过分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老子也得给你吸两个啊。可以啊。可以，我不能。你说可以就可以。行啊，我们俩就一起来。一起来什么？动。又来。抖音帅哥不心动挑战机。不心动的抖音帅哥不心动挑战。我这里面有几个视频一拿出来，一下子溜到一秒钟给我笑出来。刚看了这第一眼，因为我关注了，所以我会很想笑。看看刚刚那三个，好，给大家看看看。他笑的那三个是哪三个啊？这个我真没想笑。这一开始我放出来，他在那撇着眼睛，就在那偷笑了，对吧？
他我在看评论，你还在笑？我在看评论。不要太过分了，笑。我过分？我过分什么了？我过分？你自己也笑的不行啊！我哪笑的不行？我哪个笑的不行？第一个，第一个我没有，你就有。第一个本梗我就 I don't like。你 don't like， 你在那笑的最开心。我觉得很搞笑啊！我觉得很搞笑。哪里搞笑了？我觉得你哪个他们看你觉得搞不搞笑？不搞笑。我觉得就。很可爱啊，我不喜欢这种，很宠爱啊。说到底还是我最帅，是不是你最帅？嗯，来看这个，又要看哪个？再找最后两个，来，最后两个，来。如果这次谁这两个其中有一个笑了啊，嗯，无论是出于什么笑，嗯，惩罚就是什么 tonight 什么东西啊？今晚谁就是什么想下惩罚惩罚就是什么惩罚？什么惩罚？惩罚就是快说，给对方表个白，可不可以？最真挚的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说出自己的心理历程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这样，找好了，找好了，找好了。输了的人表白，并且加赠输的那个人一张很丑的表情包发到群里。来吧，好，我先给你看吗？我先给你看吧。我先准备好一下。你准备什么？你要三二一。很一般呀、啊。好，发。不输了。输了。输了。脸都红了。脸都红了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也会脸红。他这种谁放了谁不脸红？输了哦。好，行。你不能再重新找了，就刚刚那两个。没有反应。好，我懂了。OK。为了赢。不是，他找的比我的还过分。他找的比我的还过分。来，你打开让大家看一下。不，快点。你凭什么？你找的不要太过，他这个是全程面无表情的看完的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老这个马上就看了这一秒钟就不行了。你看他找的多过分，比我的那个还过分，都没赢啊。那我的呢？为什么看见我的毫无波澜？因为是故意的啊，就是为了要赢啊。你要录给我录一个这样的老子挑战全部失败啊！我俩都输了，都输了，抵消掉了。你找的不要太过分了。不好意思，已经免疫了。是你刚刚怼太近了。怼到我脸上了。天
装镇定，我可没有强装镇定。我看着不是，我看着你们俩对视这个画面好搞笑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是不是很好笑这个画面？思凡也拍一个那个视频，他们把我笑掉大牙了。我拍这种视频，他会觉得我恶心。我觉得你恶心，就是觉得我很搞笑，是不是？不是。